Hello, L 台湾，我是五月号的封面人物 Hannah Quinley。就是有一点惊吓，我没有 expect 我怀孕，我当时只是觉得说随便验一下，然后验的时候就怎么那么快就两条线出现了，就自己心里有点觉得说啊又要重来一遍了吗？对，就是有这种想法。怀孕的穿搭就是大帽 T 配 legging， 尽量露出还是很瘦的地方，然后把肚子遮起来，就是可以跟一般人一样，还是可以当一个潮女这样。洗脑老公 Happy Wife Happy Life， 然后基本上就可以减少50%吵架。然后我觉得多想对方的好，然后要勇敢的夸奖对方，要让对方知道他是很棒的。我觉得最基本你一定要知道他很在乎你， If he really cares about you， 你可以感受到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。想关注更多我的消息，请 follow L 台湾。